这个呢，一般洗完头发以后，先把它擦干。一般建议是抹一些专业的那个防护乳，抹到发梢。它这样的话吹出来就会比较顺柔，然后也是防吹风隔热的，不会毛躁。一般建议洗头发的时候先把头低的吹，跟着那个发就跟着反方向吹，这样子的话就让先让头那个发根蓬起来，然后整体再用手把它吹干了以后，再跟着反方向把手捋一捋。然后建议一般干了以后再抹一点那个精油湿发品，再抹到发尾，这样自己用手抓一下带一下，这样的话比较顺一些，比较有光泽度。